我国中就谈恋爱了。就是坐着还是站着玩啊？坐着啦，坐着啦。就是坐着玩。站着太开头。哦，对啦，对对对啦。对啦。坏啦，你点点。突然间我想到，我上次玩这个话是多久以前的事情？30年前。立委蔡适应跟市议员张之豪前来会勘亲子游乐设施，从现场来观察篮球场跟儿童游乐场的轮廓已经大致完成。立委蔡适应、市议员张之豪、当地外寮里里长严厚广会同各单位进行讨论，尤其是台电的电杆迁移以及相关排水设施、灯光等等，大家对于这个景点所规划的新设施都相当的期待。地方上希望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便利。我想大武人森林运动公园是我跟市长我们在努力推动的前瞻计划里面，基隆有更好的一个运动环境哈。那这个位置在大武人靠近新山水库的地方，那各位看到其实整体的规划还做得还蛮不错的。那准备就是在市政府在验收完毕之后，即将对市民来做开放。那今天特别跟我们的议员还有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来这边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缺失需要改进的哈。那当然我们大家列了一些缺失改进，我们希望市政府在这部分能够在尽速来协助处理。那我想安乐区是基隆市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齁，那在大武仑这个地方的人口就好几万人，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运动公园未来开幕之后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也让更多基隆市民有一个选择的地方。那目前在基隆市民选择基隆的运动的地方，当然除了我们现有的这我另外在努力协调争取的就是我们的基隆市立体育场的改建案。那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教育部又另外额外同意补助了好几千万的预算，让这样的整体的规划能够做得更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暖暖运动公园或者四维里的运动公园等等，那我们就期待让基隆市有更多的运动公园，让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更好。那这个开幕之后我相信会是一个基隆新的一个亮点。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市府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儿童游戏空间有非常大的新的一个重视，所以说我们陆续看到不论是既有的百福公园，我们现在也准备要这个好好的去给它维修，那或者是说新成立的四维公园，还有我们现在未来的这个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的第一期我们都看到陆续的在落成，那带入很多新的观念，带入很多新的这个游具，那我们也看到说确实我们还有很多也需要这个在加强的地方，那在这一点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还有市长，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去把这些问题一一克服，那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基隆市更友善亲子友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围篱比较小了一点啦，比较低了一点，现在能够加高。还有这边的围篱，因为小朋友这样走来走去，二边这边的交通那个有蛮那个多的车辆蛮多的，然后希望说加装围篱啊，以测这边保护这边的安全。这个新景点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是利用前瞻基础建设经费，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来兴建。里面除了有篮球场、儿童游戏场，还有溜滑梯、攀岩、极限运动场等等。经过会勘交换意见之后，接下来会进行部分设施的补强，相信完成启用之后，会是基隆运动健身跟亲子游乐的新亮点。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